今天要带大家开箱的、是樟宜机场的游泳池。一直听说樟宜机场里面有游泳池，可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我昨天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它就在。我今天在樟宜机场的一航下，我今天搭的是新宇航空，我今天搭的是 JX732 两点往台北，报到柜台是在1号。现在是10:50，我还是比较习惯提早来机场，还有3个小时有10分钟，不晓得柜台开了没？柜台已经开了，算蛮早开的。Yes. That's all. Thank you. 我今天的登机口是 C20。进啦，这边是一行一出境的地方，这是新加坡出境的电子查验。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上一个人，就是在你前面的人正在查验的时候，你已经可以开始扫护照，就是在后面预备，等上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接着进来，这个速度啊会快蛮多的，我觉得蛮方便的。今天要带大家开箱的、是樟宜机场的游泳池。一直听说樟宜机场里面有游泳池，可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然后我昨天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它就在 T1。我今天刚好就是在 T1 出境，它是在禁区里面的一间中转旅馆，叫做奥图。右手边这边是我们刚才出境的地方，只要一出来右转，一直直走，那因为这边是2楼，只要到3楼就可以看到 Aerotel 的转机旅馆。这边就是往转机旅馆，有写游泳池。因为樟宜机场啊，出境跟入境啊是在一起的，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来新加坡，或者是要出去新加坡、都可以使用这个游泳池。标示还蛮清楚的，这边还有一个网上。然后这边是游泳池的入口，可是我记得是要费用的，不晓得是不是要在这边付，我问一下。Pay here. Okay, thank you.他说直接在游泳池旁边付款就可以了。这边还不错，有做一个拉行李往上的地方。一走出下面的自动门，外面就有热的感觉。By credit card? By credit card? Give me a beer. Tiger beer. This one? What's different? Ah, okay. This one bottle. Oh, draft. Draft better. Draft. Yes. Draft, okay.One tiger, power for you. Okay. Changing room straight there. Okay. Locker free. Free. Okay. Yeah. Okay. Lock for number. Okay. So easy number to remember, like telephone number or birthday, because you can remember to open. Okay. Okay. That's okay. Thank you. Go ahead. Okay. I will come out. I give you your beer.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很有度假的感觉哦。整个泳池应该只有我一个人。我先把行李放在这里。我看一下周围，我刚才从那边进来的费用是27块，那我点了一瓶啤酒，生啤酒是14块台个。整个泳池并没有说非常的大，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就是 SPA 池，比较特别的是右手边这边还有一个角落是可以看到飞机的，可是跟泳池的距离是稍微比较远的。哇，这个角度看飞机也还蛮不错的，是在3楼的位置。今天可是有特别准备的蜡笔小新的袋子，我连拖鞋都准备好了。一进来走到底这边就是换衣服的地方，现在全部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拍一下应该没关系。进来这边，这个是2个淋浴间，这边有厕所，然后这边有镜子、吹风机。他刚才有跟我说这个置物柜啊是免费的，整来说就是还蛮干净的，还不错。整
机场里面啊，其实洗过很多次澡，但是从来没有在机场里面游泳过。大家如果还有知道樟宜机场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体验跟设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下次我也可以再去拍拍看。在游泳池的上面啊，有一个 SPA 池，这个 SPA 池是有点像漩涡的欸。我今天是有带蛙镜的，不过我有点后悔，我忘记带防晒。现在是中午的12点，哇，好热哦。深度啊，大概是在1米左右是可以游的。那长度的部分应该在15公尺，水非常的干净，游起来很舒服，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更正一下，这边有写，这边是1.2米。忘记带 GoPro， 不然就可以照一下水底，跟大家讲这个水真的很干净。这边的位置其实蛮多的，最舒服的应该是这个位置。如果是一个家庭啊，在里面其实很舒服。然后还有这种，这比较类似鸟笼吗？比较算是网美的景点。我刚才大概又游了5趟，这个感觉蛮特别的。我自己感觉，你如果是出境啊或入境啊，一般是不会想要在机场里面游泳，它还是比较适合那种过境的旅客。如果你今天是过境新加坡，大概是4到5个小时左右，刚好你又是不喜欢买东西的人，不喜欢逛街的人，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可以在那边喝杯啤酒啊，发呆。像这个我就觉得非常适合我，我觉得很不错哎，而且游完泳超级舒服的。这泳池还有很棒一点，就是有时候也是会看到很不错的画面。我要准备离开了，我发现这边有卖防晒，如果忘记带的。防晒是18块新币，然后也有卖一些泳装啊、泳裤啊，所以没有带泳衣的啊，一样可以在这边买。整个体验啊，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舒服。我原本以为机场游泳就好像就还好，但是我刚才晒完太阳，然后又在游泳池旁边坐了一下，然后又洗完澡，觉得超级舒服。等下搭飞机啊，一定非常好睡。About the others, you said.